O 型血和 B 型血生的孩子是什么血型？淑文医生特邀专家赵建强，西安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血液科副主任医师。O 型血的女性和 B 型血的男性所生的孩子，他的血型有可能是 O 型血，也可能是 B 型血。那么这个 ABO 分型系统，是一个血型，在我们亚洲人中间，这个血型是比较适合的，但是在欧洲有一些血型系统有一些 Rh 阴性的。为什么要进行 Rh 血型的筛查？是因为预防这个新生儿的溶血。但在我们国内 ABO 血型的血型，因为我们国人绝大部分都是 ABO 型这个 Rh 阳性人群，所以我们进行 ABO 血型的筛查就完全可以。在欧美也要进行这个 Rh 血型的一些筛查，最主要的目的就是防止这个新生儿的溶血，这些疾病的发生。